在 Acrobat 11里面，除了可以直接编辑 PDF 内文的文字之外，也可以编辑照片。我来开启另外一个 PDF，在这里面有一张图片，我点选到快速工具列上的编辑文字与影像，点选到里面的照片，我可以让它去做上下倒转、左右倒转、旋转、顺时针旋转或逆时针旋转。我也可以去针对它去做裁切的动作，或者如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原来旧的办公室，要做一个新的简报，要换一张新的照片，我也可以点选右边这个选项，直接取代新的影像。点选到图片之后，开启这个档案，完毕之后选到掌型工具，我们一个新的办公室的样子，简报就出来了。